小老婆，喂，走，陈女士，说啥？嘿，你儿子买了那么大个家室的了，我也挂高兴，我走了哈，庆祝哈，我请客，走。耶，人家这个不好那种大方，还请个客哟。准备起来。哦。走。那我就去换个孩子。快些，我拖拖妈妈的。耶，还快些来。哼，今天，哎，你爷爷可以哦，还请我们吃个饭哦。把这个穿上，那个换，请穿那个。哎，赶快去换下衣裳，换孩子。你爸爸请我们吃饭，今天。哈哈哈！恁个好。哦。晓得，我叫主要我来换孩子。主要快点快点，爸爸请客哟，今天。请啥子客？他说他高兴。真的啊？真的。哎，快点哦，爸爸妈妈他们都把孩子都换好了。那就跑。我先挂了。走噻。今天天气安逸得很了，终于下了一场雨，气温终于降下来了。看到山上的云，好乖啊。爸爸点菜，今天他请客，他说算。哎，我就晓得，他请客肯定是个饺子的。这个饺子没有吃几种的。我晓得你喜欢吃饺子，花点不得。能加什么？饺子要两根油。要先要两个。彤彤。今天爷爷请客哦，看爷爷给你点个啥子菜哈。爷爷请客就是吃饺子。那我也喜欢吃饺子呀。妈妈就不喜欢吃饺子哈，我就不喜欢吃。哎，你不能光顾你个人，你要把妈看妈想吃啥子。哎，爸，听到没有？菜呢？有菜有西门呢。妈妈都不要嘛。那个老娘在那儿研究。蒜蓉有没有菜？有没菜？牛没菜啊？你吃的第一个是两个牛梅菜，我是没有啊，还有个火爆腰花啊。你看老爷子看菜单，就像开会议的是看那个会议稿一样，好严肃。哦，老二请我在了，我的两个好吃，我自己喜欢吃的。哈哈哈哈哈。那是那是嘛，你点嘛，你点嘛。啊，那我们喜欢吃的。申报费上你莫喊他，他厨师莫弄大很大哈。哎，要得。然后炒的时候，爆的时候不要爆得太干了。好，不要喂了，不要喂。哦，爆太干了嘛，老娘啷们吃不？啊。哎，要得。行了，点三个菜了。申报费。然后饺子来三笼。哦。打点凉菜。饺子来三笼，我再打点凉菜啊。还是给老汉儿节约点。打几几笼啊？三笼。三笼。老二请给我们这个省了点儿。这个笋子好吃。二妹也喜欢吃笋子是吧？我晓得喜欢吃笋子。哎，那个香菇也很要不。土豆。香菇啊。嗯。我再来点土豆儿。香菇大的。看两下的稀饭品种也很多，我们最喜欢吃南瓜稀饭，那个叫啥子稀饭啊？菜豆腐稀饭。哦。爸不吃啥子？我要。啊？腊肉。腊肉。我要吃那些。我吃了咳嗽了。本来就是咳。那就是我爸爸，他就把他认为最好吃的东西。来请我们吃，我这个不喜欢。这个妈上就踩在墙角。我这个不喜欢。你就说好吃嘛，你说好吃嘛，下回多请你几回嘛。我才不得，书上就上。从来装腔作势，我不行。我们吃饺子，我都吃饺子面。我们吃饺子，他吃面给大家分餐。我面吃他可以。你爸爸他包饺子哈。我或者就煮面条，我煮糊糊或者要的我都不够吃的，这个香香。但是我现在呢，还吃一两口。我吃完回去上班了。钓鱼。对了，这我就是钓鱼。你莫说，人家钓鱼舒服，凉快得很。
哎，穿厚点哦。我家里买个伞，我的伞不是男的。哦。贵。我忘了买。贵不说还便宜。忘了买。我在网上订个，我在那个车子上面也放。搁那儿订个伞啊。啊。OK。行，好吃。饺子上来5分钟，哎，下来可能6分钟了，已经被我们吃掉一半了。肚子喜不喜欢吃饺子嘛？也可以哈。我是个不嫌嘴的。啥子都吃。啥子都吃。是爸爸今天点的小菜系，是可以哦，啊。我们每个人吃的稀饭都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是怎么吃的？哎，没今天喝的哟。嗯，喝的。吃了好几个了，吃6个了。嗯，吃了5个。耶，看来你生得的真传。爸爸专门给我点的肥肠。准备吃吧。可以吃吧，继续吃。一直在连着吃啊。他一直在吃。我饿了。你吃几个？6、7个了。6、7个。那就是7个。他家是哪家吃饭？哪人买？咋敢喊老二吃嘛？一只果蔬粉170元。食堂还要还要请你是不是你买单喽？走喽，准备去的。哎，莫去了，我去买。莫去的。我买，喊你买哦。我请客，你买。你请客，我买单，对的喽。那是对的哦，你请客，他买单。哦，对。我老子三个请客。我一看，把我请的都。我一下3个都不想请。对的。3个都不想请，我你都在买单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哦。老子请客，儿子买单，天经地义。对。老子去买单，你们要那个，下次你买到你。买了。我菜点好，我就买了。你看你好吃的哟，别个竞争成你一个人。好，大哥，不吃啊？对吧？恭喜我，恭喜我。两个人嘛，吃得很高兴。爸爸带我们到那个椒坊沟那边哈，一家饺子店，他平时最喜欢吃的一家，我弟弟带他来过好几次了。啊，沙龙饺子我们吃的一个都不剩，通通那么小的年纪，他都吃了差不多7、8个饺子。爸爸吃饭，我买单，天经地义，谁都不要喷哈。视频就分享那个地方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！祝大家生活愉快，拜拜！对，好，老子请客，买单。